然后找到我们之前的这个页面，把这个 ADD 给它放进来，在这儿粘进来，这个地方呢改成 GSP。GSP 的话是为了添加东西啊，把这个两行给它捅上，整上，然后在这儿要改一下哦 ，OK， 这个地方不用改，添加。那么首先姓名是吧？姓名、性别，然后年龄、籍贯，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下拉框。不用下拉框，我们就用文本框。请输入。籍贯就是住址 ,QQ, email, 提交重置。好。那么在这里是不是有个 form 表单啊，那么斜杠 ADD 进来，我们这里要添加 servlet， 然后呢给它添加 servlet ADD， user info 吧 ,ADD, 这里呢就 ADD， 那么让它是都 post 啊。那么在这里方 list do post request response， 首先我们 user info service us 等于 new， 给它实例化一下。接下来第一步是不是接收啊？接收，那么接收之前转换啊，转换。那么就是 request 点 set char encoding UTF-8， 接下来接收数据，接收数据呢就是 request 点 get parameter， 这里有 map 是吧，接收所有的哇，这里呢用 map， 接下来实例化我们的对象user info u 等于 new user info。 好，这里呢你记不住没关系，找到我们这个 library， 就是这个地方，看这儿是吧，并然后呢 utils 点 populator， populator 呢里面传，首先呢传 u，接下来是 map， 那么这里呢给它 try catch 一下，现在呢这个 u 是不是就有对象了呀，有对象的时候呢我们判断一下 u 不等于 no，不等于 no， 接下来我们呢就是 us 点 add， 有没有这个方法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个方法，那么就是 u 点 get， 首先是名字 u 点 get， 接的 u 点 get age， u 点 get age， 完了之后是住址。ADD stress， 接下来 u 点 get QQ u 点 get email， 是不是？好，这儿呢它提示没有这个方法，怎么办？我们给它创建嘛， alt 加回车创建，看到没有？创建在这里呢，我们就不需要传这么多了，我们给它来个什么 object 可以吧，点点点 obj，
好，好了之后呢，那么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 service， 这儿它呢实现这个接口，实现这个接口呢，我们就是直接用 int 类型啊，或者 bur 类型，我们这里要改一下，这里是 int 类型或者 bur 类型。那么这里呢就是 dao 点 add， 然后呢 obj return， 直接 return 它就可以了。它是不是也要给它创建啊？创建 ，OK， 创建。这里管它是素组呀，还是 object 点点点都行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咱们呢再到哪里呢？再到 dao 这个里面打开。然后呢再创建，好，那么首先是 string circle 等于，那么就是 insert 然后 user info values， 第一个是不是 no 啊，然后逗问号逗号问号逗号，一共几个呀？你看啊，名字、性别、年龄、住址、QQ， 好，还差一个。接下来，我们呢就是给它template 点是不是 update 呀 ？update， 然后呢 circle。然后呢把 obj 给它放进来即可， OK， 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然后呢，然后 int b 等于它，然后 return 这个 b 就可以了啊， return 这个 b 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好了啊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创建完成了。后面的修改删除是不是一样道理啊？修改删除啊，一样道理。那么在这里呢做好了之后，然后在servlet 这儿啊 ，servlet add， 那么这个添加，int b 等于它 ，if 是吧 ？b 大于零就说明是什么？添加成功，添加成功呢就是 request get director 是吧 ？get request direct 就是跳转。给它跳，给它，重定向啊，重定向，不对，跳转，跳转哪里呢 ？shows， show 点 forward request response else 就是说明是什么啊？是不是添加有误啊 ？request 点 set， 然后呢 arbiter， 然后呢给它一个 OK。这里就是添加有误啊，添加有误，添加有误之后呢，让它跳转到哪里呢？让它跳转到当前的这个页面里面啊，就是 add 点 jsp 这个页面跳转过来，跳转过来呢，这里就可以实现我们就说添加有误，添加有误呢，最后我们这块是不是也是可以跟它一样的？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 login 这个地方，把这一块呢复制一下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复制一下啊，那么在最后给它保存下来。好，我们来运行一下。注意啊，这个 index 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让它就是跳转到这一块，这个地方呢最好加个斜杠啊，加个斜杠。让它跳转过去啊，要不然的话过不去。好，那么在这儿我们首先呢是 show 进来对吧，添加联系人这块是不是出来了呀，出来了之后呢我们来实现一下啊，来实现一下，那么 look 来，然后19籍贯是吧，湖北实验，然后 QQ 就是一，然后email qq.com 点提交，看了没有，是不是添加好了呀，这一块添加是不是就完成了呀，这个添加呢
就很简单啊，修改是不是跟它一样的道理啊？修改删除一样道理啊。然后呢，你们这一块快点做，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快速的把修改和删除一起讲了，行吧？好，行，这块呢，我就先停下来。